与妹
去别呀、啊、公子我今日一看你今天清早起来精神比往日好得多了，你也看出来了，当然也看得出来。是的，本公子啊，今天一清早起来，就到晚上上下轻松了不少，我的病啊，病的是好了啊。哎呀，这二十位难得呀！去，我家弟弟为我的病啊，总是操心，至今我的病也好了，应该告诉他老人家，快去把老爷请来。正当这么好，难道你？哎呀，弟弟，难道你要女儿算你死的病不成？哎，我看你精神好得多了，听说是凭早晨并不高兴都累不着你。弟弟，女儿病啊都好了，全都好了。嗯，哎呀，真是好着呢呀，好着呢啊！弟弟，说来都是奇怪。女儿才在厂房，或说要得了一梦，梦见了。梦见什么？梦见了与一个英勇良臣。啊？怎么？梦见一位英勇？对呀，我与他呀，手拉着手，毫不亲昵。在我心里想不到我的病已好了，莫非这个英勇是上苍派下来专门医我的病来的？是呀，正位于一位英勇与你梦中相会，更方女儿凭治愈好这的好，莫不是苍天与你是他心里与你治病？弟弟，这是苍天所赐，那我们离开庙中进去真相啊。嗯，女儿此话有理。弟弟，那就让女儿亲自解去了鸟啊。你亲自出步？是啊，王爷与我做过啊。弟弟，好了好了，只算有你做过会，可是你要不是公子当谁？知道的啊。侄儿，弟弟，今日时运不高，都不是明日之灯，为不与你进去吩咐一把。给弟弟做主，侄儿不从要紧，万真你是谁一死？是。是想侄儿凭几毫分，都不叫不来高兴万岁。哦哦哦。清了，今日事务不在同府，你我包保子退退出得同去，先去与王与王坐。师父叫我们勤练修道，怎能私自下山？正是胆小怕事。那好，你在此好好关修同府，师兄他们去与了。师兄自己当心到。庙中与我常相识中，是
女人来是女人自怕，女被一窥，听说是拉江归江，七进两江姑娘走了大内，待我一路走引与他知好一路。就叫心累素心要紧，我本是名
见之中一派人，常夜他人要乃是难成亲，去他王啊，爸爸子帮我为家。花三娘娘爱万人，痴心爱那把错针，今日你我在同门，小心你引我过大烟。我这里藏剑去去他，他那里是传三传四传不清，既然你暗暗有与我开城关，哎，你的容颜让我快乐啊，亲自走既然你昂昂逼我要在头中结婚，你的用我我都没有看到过你，你非要让我看上一看，到底是何等要紧？娇娇，凡事不可微妙。哎嘿，既然你要我与你配成一对，难道你的用意我都看不得吗？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。此事人好，谁？不，去。快莫必自有阴谋之论。
来想，这内本文无一百方，只好相持本文。大家自中国听作来应用，且吃得军国将去日去。王爷此举甚妙，令我为望而去。公子官守长礼，好，你说是为王吃怕，一切与本王实之作之事。天公为师，且吃相持报恩。
四下劫去噪音，要是同宋玉出路的地方，我还是趁机逃出去。我不是天上之人，
你是拜见之人？我本是当上一个茶郎啊。哎，你本来是当上一个茶郎，怎能对得过这个怕知己啊？公子娘娘切莫尊重，我一直来求你而来，还是来为天下百姓而来，我要为民除害。想不到你这英勇竟遇如此的好大，真是。那我来问你，公子请问，你真是公子我下在两同奏啊？不瞒公子所讲，王东岗上贴下了多少的宝贝，只知道公子与来，我是杀生谋死，前来得计、啊。听你说嘞，是我家弟弟早贴宝贝，我家弟弟都是在抓我。真是，公子，你今天到的洞中，前来搭救我，乃是才下帮我而来，莫非你为财而来？为你而来，只要支持了琼子娘娘，哪怕上当来相遇哥，我也不怕。好一个英勇，今日你把我举出洞中，待我为父禀告弟弟，请来报答恩公啊。公子何必客气，既然如此，你我便罪便了。请问英勇家住哪里？放心他们，公子用兵，公子带我来。我本家是山西人，家乡中一条浪，在西北本公子家中我有什么人？本公子叫声来叫你。公子娘子通本子我发明，娘子通本子父母妻子多大Thank you.
怎么样？平安出府口，谁老我心中也爱你。自从来到是同内，得去穷子离根营。公子啊，你父亲在家家你等恩，大恩两日恩，你莫急。越听越有爱莫心，我报恩何不去托终身，忘恩公今年你忘有几餐，虽多你忘十八和王相告，这有事不慌，我们还是出动而去。慢，恩公啊，请讲。要不是恩公来搭救，想必是我要背着妖精与命保长。你来看着。隆中他妈隆冬快不清，快不清英勇的阿毛平，我有心看你心吧，早留念等来言之道，那日在路中一边，我遇到了地主的女婢。今日到此，我就将女娃归还公子娘娘。女婢，哎呀，我真想将女婢赠与他，想不到我这个女婢竟会被他杀去。哎呀！想必我与他正是前世有缘，连我的心吧也会被他杀去，想必他就是我日后靠终身的人了。啊，恩公啊，强子，
今朝在同中府，法师可以相称，你来看，这玉佩乃是我才得的心吧？我心想成与恩公，他若到府中回来，就凭玉佩为凭。公子，这是你心爱之宝，正好曾送与我你。哎，我的命都是你决定。我换一只小小的玉佩呀，这个嘛，好，此次多谢琼枝娘娘，请恩公收下。恩公，你来看，这里外事同内，要是等他知军回来，你我两人都难以出动，我只怕走吧。好，此次琼枝娘娘在奴子。啊呀，嘿嘿，俺是样子都不好，但是我心爱之人当之罢了，今日还要同盟挂帅，我岂肯饶之于他？这里叫我这有了。待我化作家的样子后，先去大闹下安抚，给分起来。哎，我最近是二爷，是以杨志通把我训爱之人抢走了，我岂能转正回去？倒不如往同盟之中一走，报他谢。莫非是乖亲贵戚当得听到？好，你先走一步，我马上就来。是。阿琼子，待时冷了一下，本宫我去去就来。
望该是穷子穷了，本都我冷落你了。在本都敲开红军，里边安在而去。敲开大门，内房宽家用。啊，穷子清了，驸马清了，清了。哎呀，骨髓是英俊潇洒的美少年。与我在梦中相见的一个人呀，啊，穷子自欢当本，对得从军啊，每当不陪你驸马，啊，穷子驸马，你我在同中相会，但没有相见，今日一见。驸马真是英俊潇洒。哎，哪里的话，穷子的容貌真比天上的嫦娥也美上十分呢。驸马，你不要取笑我了。哎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穷子，你来看，是爱不着了。有道是两袖一颗值得千金，倒不是枉动爱情啊。驸马请请公子开门开门来，咦，外面有人叫门，带我快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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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次何府来的妖魔鬼怪，苍井通风是何他？奥利，你们，公子，你不要惊慌，你可知道他乃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我的。公子，我是真的，他过来，他是妖怪，我才是真的，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两人军纲，好好的要同文化作，你我去来他安闹公子，我与你听好一句，我难道怕安你？我为鬼你啊，岳母，可杀死了两个驸马。岳母，啊，为
穷子娘娘心慌之夜，不知何府里的妖魔鬼怪，正给苍子洞房，外望有无听我这旨？哎呀，有无啊！我与穷这两人正好同问话说，刚刚要朝王而去，想不到哪里来的妖怪，竟怪四套空空房。你这，难道是你真的？我是真的。哎呀，你是真的。这位牛，牛大人，牛大人，我是真的，哎，我是真的呀，我是真的。两位，两位也是虚的骗子，你们缠到王宗恩信，一起死局之中来一起闹。像两股马飞下去。一股东向我一生，一股西向我爱等。这儿公特喜俊，怎么又出了两个驸马？真是我家他们的不应过。是都是这个没有办法，都不是。听我下私信一封，就保他人姑父平民真心。来，一声呐！许姑父，请听，只请保他人到来。